挣了一个小孩一个，等一下剩下还可以拿 OK。小孩日快乐啊！哎，你们常常问很多问题，小孩不会问。我现在问小孩一个问题 ，OK？ 你们乖不乖？乖。再问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修行？有印心过？有没有修？有。还没印心，要不要修？要。啊，好乖。为什么要修？为什么要修行？哎，是吧？怕下地狱。哦，怕下地狱。对了，哎呦，还有呢？后面有几个？因为我想要回天堂。啊，哇，太好了！还有没有饼干、糖果什么？你要不要拿一个塔地贝啊？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选那个，自己选那个，随便。太好了 ，OK， 不客气，不客气，OK，OK， 啊，太好了，小孩这么有智慧 ，OK， 他怕下地狱那个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自己选那个，这个哈，啊 ，OK， 我也会选那个啊，不客气。还会礼貌呢啊！父母教得好。刚才你要修行，为什么？永远在天堂跟师父在一起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过来，过来。如果要的话，啊，如果还喜欢的话，可以选。如果觉得太大了，长大了不要就不用选 ，OK 哈？哪一个？啊，在里面哇，这个抱抱睡觉好好。哦。连我自己也要抱他睡觉呢，哎呦 ，OK， 那你说你说，这边这边，得到更高深的智慧和师父在一起啊，也好也好，过来过来来，哎呀，小孩比你们都好啊，我对他们很骄傲啊，还要在这边吗？啊 ，OK， 可以跟他一起打坐啊。还有还有，那前面那个可以把业障都洗掉，要把业障洗掉。对，哦，过来过来过来啊，好好好，哎，慢慢来，哎，自己选，如果要的话，那继续选，很多很多，继续选，嗯，真的要那个吗？好 ，OK OK， 呀、yeah ，啊啊，因为要解脱，要解脱，哦，过来过来。啊，自己学，大概功课都学会，小孩子学这么好，啊，这边这边，这边，那我们轮班了 ，OK 哈？因为以后师父才会接我们回天堂。为什么要上天堂？因为大家都已经讲一样了。因为想要回家。哦，那边是你的家吗？对。啊，这边不是家啊？对啊，这只是物质世界而已。哦，厉害，过来过来，过来，继续学。啊、哦，你们要跟小孩学哦。哦，丢脸丢脸丢脸，丢丢丢，你要这个吗？好 ，OK OK， 乖乖，不客气不客气。男孩子轮班、yeah、要回自己真正的家，真正的家，嗯，怎么知道是真正的家？假假的，在上面，这、就是我们原本的家，原本的家，嗯，这边不是吗？为什么这边不是呢？嗯，这边是魔王的世界，魔王的世界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说呢？啊，不是好好吗？有饼干、糖果，有 teddy bear， 怎么说不好呢？说一下。师傅要学吗？是不错，但是上面才能真正快乐啊！这里你不到快乐啊？
也很快乐，但是到上面会更快乐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啊，有没有体验过一点点？有，有啊，太好了。OK， 过来，过来，好，随便拿一个。啊，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恭喜，恭喜。哎呀，对他红色的，因为可以消业障。啊，消业障有人讲过了。别提醒他，他自己讲，快点！如果一二三十分，我到十没讲完就不行了。可以修更高的境界。更高的境界也有人讲过了，再来一次。可以平安。啊，平安，在这里不平安啊。啊，说，师傅不是老师了，我跟你学了，你跟我叫一下了。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边不平安？有灾害。哦，有灾难。还有呢？有许多挫折。啊，这失败挫折啊 ，OK。那上面一定有吗？会吗？上面呢、啊、会不会有了？不会啊，不会有那种灾难。OK， 不过会有什么？上面会有什么让你期待上去？我们好朋友啊，我们谈一谈而已。再说一次，训练自信。再说一遍，可以见到死去的家人。啊。哎呀，还好了，哎，孝顺，过来过来。你喜欢过世的人哈？啊，没关系，孝顺心也好。来来，自己选一个。什么师傅就是什么徒弟嘛 ，OK？ 你要当师傅徒弟，你要跟师傅一样，听懂没有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啊啊，我有没有怕谁啊？没有。我会不会紧张？不会，好，你们也要一样 ，OK？ 啊，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弄错了 ，OK？ 有时候不懂事了，都做这个做那个小事情了 ，OK？ 弄错是小事情，不故意 ，OK？ 有时候小孩还不学会啊，不是你弄错，不是不学会，就是坏的小孩，不是 ，OK？ 没有犯什么大错误，像那个。比方说很大的杀生偷盗那些的，我没有啊，懂不懂？那是小事情而已 ，OK？ 啊，所以要有自信，听懂没有？听懂。师傅有时候也会弄错，为什么呢？要不要听为什么师傅弄错 ？OK， 不过不要找借口哈，不要跟说师傅这样弄，我们也这样弄，不是不是啊？我情况不一样，我很忙，听懂不懂？所以有时候太忙了，然后。放东西这边就忘记了，懂不懂？去找了，花很多时间，这样那种了 ，OK？ 我是那个一个人呢，赚衣服、啊、拉在后面，他们弄给师傅漂亮的衣服嘛。不过一个人赚很困难，懂不懂？拉链哦拉不上去，然后拉下来，拉上去，嘎在那边，哦花很多时间。不过我命是这样子啊，不能有那么多帮手的人，听懂吗？然后又说，哎呀，不要选这个，选另外一个比较容易。而且另外一个又有一个什么东西不晓得就赚不到了，就是这样子花很多时间，而且要赚平常普通啊自在的目前还不允许的，听懂没有啊？意思说师父的工作不允许，众生的业障还不允许，所以还是哎呀很多事情了。还有哈，有一次哈，像前天哈，师父在我山洞没有那个洗手台嘛。OK， 他们有时候给师傅那个果汁啊，那有小小的瓶果汁啊，我喝完以后我就留下来用啊，我留好几瓶了，五六个瓶了啊，我带出去那个快空的时候带出去，在外面拿水带回去山洞用，懂不懂？哎，有时候要插这个插那边，就那个用水倒在一个什么。抹布啊，擦一擦啊，就不要绕到外面。啊，有时候下雨，
偷懒，懂不懂？也不是懒的，时间也不多嘛，懂不懂？哎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有时间不下雨，我也很想跑来跑去，这样算运动。因为整天在办公室工作或是打坐，都是坐坐坐而已，就不怎么对身体不怎么很有那个血液循环了啊。那不过有下雨太大的时候，懂不懂？拿一个抹布出去，还要带一个雨伞啊，带到那个门的时候卡在那里，那个门小雨伞大，然后都又歪来弯去，又淋雨，还是一模一样。所以我就带一些水到那个山洞里面，有没有啊？然后有一个桶子嘛啊，如果要有时候那个脏啊或是什么手啊，就在那边洗一洗也没关系啊，在桶子里面，然后出去的时候就倒一倒就没事了啊。那前天哈，我只有一个小水瓶剩下的，所以我带几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排在门口那里，还有那个桶子顺便出去丢脏的水，然后带干净水回来嘛。结果呢，我出去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又忙嘛，电话，然后又来接电话，然后又有别的事情，忘记是什么了，然后都。我有事，你们进来，下雨进来，有空间的就坐，不要坐在边会淋雨，淋雨是不好的啦，来不及换衣服回家就会湿会冷啊。我刚才讲什么？我是考验你们的记忆力嘛。雨伞卡住是这秦龙的时代。一个水瓶啊，几个水瓶啊 ？OK，good， 哎，自己来，自己选一个。我跟你说，要学会东西，要在学校教起的话，要注意，懂不懂？老师讲一句要听，一字也要看，听懂没有？一字要记得，要注意，注意力是很重要。在学校，注意力是 number one， 懂不懂？第一的。没有注意力的分心的话，就学什么都不会啊。OK， 啊，老师讲的一天到晚讲一样事情，你也不会记得。OK， 好，那我拿几个水瓶，小小的，懂不懂？那种小小的水果汁的瓶啊，他们有时候给师傅了，他们给什么我就吃什么了。很小药酒，特别除了为了身体特殊的。OK， 好。那我就拿几个水瓶了，放在门口那里，因为这样子我出去就不会忽略，不会忘记，懂吗 ？OK， 那我就放在那边五六个。我出去的时候回来，哎，怎么只有一个瓶呢？我记得我在那边放好多个，门又锁，没有人进来，我就往到别的地方看，也许我没有放在那里，也许我还没有拿走。忘记什么的，结果呢？找不到哎，那山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了，懂不懂？一进来什么都可能一清二楚，没什么。结果找不到啊，算了，好，那我拿一瓶出去。那桶子倒好以后，拿一个瓶出去，拿一瓶水再回来。回来好以后，做一大堆的事情，等一下又想出去，哎，就看到了。四个瓶又在排整整齐齐在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可能的，看不到的，了解吗？上师傅站在这里，你会不会看不到啊？我会，也同样哎，几个瓶放在门那里，懂不懂？而且即使也许我被那个童子猜到车道，可以讲我已经拿童子出去了，拿出来了，怎么也看不到？拿童子回来也看不到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白色的，它白色的，然后那个门就是空的，懂不懂？门是透明的，没什么可以撤起来，没什么家具。我山洞只有一个那种阶梯的椅子，有吗？那个阶梯有一阶梯一个阶梯，有没有？人家用爬上来高的东西拿一拿，在家里面用，有没有？那个我当椅子 ，OK， 那个很方便，因为可以坐的工作，懂不懂？也可以爬上去，我人比较小嘛，啊，爬上去拉，有时候装帘、装护什么的，
懂不懂？所以就用那个，那个是唯一的一个椅子，还有一个沙发，还有一个帐篷，别的家具没有。不可能说我因为放在家具旁边被挡到了，没有，那个门根本就没有任何家具了，哎，所以真正的看不到，走来走去就是看不到。你们谁知道为什么我会藏两个 teddy bear？ 三个。我出去的时候回来，哎，怎么只有一个瓶呢？我记得我在那边放好多个，走来走去就是看不到。你们谁知道为什么我会藏两个 teddy bear？ 三个。因为找想找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找不到，不想找的时候就会看到了。不是啊，不是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因为我上的想找啊，我回来当然也看得到，一开门就一定看得到，懂不懂？因为它在门旁边，那个门是这样 ，OK？ 比方说那个门是这样子，那是师傅放这里，懂不懂？一出去看不到的哦，一进来也会看得到，懂不懂？一开门就看得到，它这个样子不可能看不到的。角度的问题，角度问题也不是，一个一个讲，说是透明的宝石啊，也不很透明。即使透明的话，另外一个也透明，懂不懂？哎，大家都一样啊，五六个排在那里，跟门一起移动。他认为是门一起动，我没有开门，我先找瓶，我才开门。还有第一。那个门它不动，有 两边开嘛，懂不懂？另外一边就锁定了，永久不开的。除了有什么大的什么的，不过总永久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来，所以 不用开，懂不懂？我放水瓶在那里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另外一个门都开。我找瓶找遍了呢，懂不懂？来来去去看了没有，然后进来再进来也没有，啊，说。因为门是透明的，水壶是白色的，所以如果墙壁如果也是白色的话，就等于瓶身比较不明显。不明显，不过我自己故意找呢，了解吗？怎么不明显呢？我自己知道，就是放在那里的话，一定不可能说我不要找的，了解吗？我自己知道自己要出去拿的，我自己知道自己有放那里，所以你不可能说哦，我不知道我放哪里，我知道，所以故意来那边拿，然后才出去嘛。平常我放那里，然后出去的时候拿，懂不懂？哎，结果那一天真的看不到，只有看到一瓶而已，一个瓶在桶子旁边而已，另外那些瓶都不看到，不见。注意力不集中啊，注意力不集，不可能的，我在那边专心的看。护法把他拿走了，护法把他拿走啊！没有人在那边，只有我一个人。粉红的小孩子，因为是 magic， magic， 因为是那个你走错方向了。啊，没有啦，门是这样子，我一来就对门才出去嘛，懂不懂？而且门也不那个门不能开的，当然要开也可以，就是要拉。门栓等等，了解吗？哎，没有开，平常不会开那边的门，开另外一边，而且他在旁边而已，懂不懂？他在门旁边而已，那边都什么都没有，连透明也看得到，了解吗？不管他透不透明，那个对正那个门的话，什么都会看得到，懂不懂？门是绿色的铁嘛，懂不懂？绿色的铁的一条一条的，你放什么前面都看得到。空空的地板，空空的。瓶子不在房间内。啊，在，他在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好久以后就走过去，哎，他又在那里了，四五瓶都排在那边，我也不知道了。OK 。我不知道，后来说，因为太多门了，师傅有点搞。没有哪个门只有一个嘛，只有一个。没有别的门了啦，而且他是在那里，了解吗？站在你面前的，站在那个门旁边的，比方说那个门是这样嘛，那就站在这里，一二三四啊，靠门那里，了解吗？而且我在那边找了，不是说我走过去而已，我说奇怪，刚才放几个瓶在那里，怎么现在找不到？了解吗？我说怎么只有一瓶呢？
了解吗？如果真的只有一瓶，我一定会再看啊。我能够看到一瓶跟一桶，怎么不能看到另外那五个瓶呢？他因为在加一级的，就跟那个什么 Teddy Bear 就排在一起这样。后来我也不知道了，嗯，我不知道，我才问他们那个天上的那些护法，我说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刚才看不到，现在就看得到了？为什么刚才只看到一瓶，现在要再看到另外那几个瓶了？为什么？他们就说，师父灵魂相距太高了。然后看到一半而已，懂不懂？也不算一半了，三分之一呢，懂不懂？还有另外一次哈，另外一次，我在我办公室，在西湖的时候，办公室嘛啊工作，然后看出去，哇，奇怪，台湾变成像欧洲一样，这个你们有听过了有没有？哇，嗯，那种气氛啊，什么情况都不一样。我就打电话问好几个人，我刚回来嘛，刚就回来，我怕我混淆是不是已经来台湾，不是还没有来。我就问每一个人都说，师父你是在台湾，在西湖啊。后来慢慢来就解了，这我也知道我在西湖了啊。那个华生生的眼睛睁开的，在这边办公的，不是说睡觉的时候，不是打坐的时候。好啊，另外一次啊，你们不相信没关系，当我讲神话故事给小孩子听 ，OK， 没事了，嗯，我们修行人神话故事很多嘛，啊，神奇很多，奇迹很多哈 ，OK， 另外一次，我去那个男孩子的办公室，他不是在我办公室，我办公室就在另外一边，懂不懂？另外一个山，他们是在山下面的。靠近祖灵了 ，OK。那个时候他们在国际园那方面工作啊，我以前没有去过，只有去过一次剪裁而已。然后好久没有去，大概快一年也没有去，没事嘛。我们这个时代用电话联络就好了 ，OK。然后他们送公文过来，因为有女孩子上来下去照顾狗嘛，擦洗房子，他们放文件在什么某某地方，女孩子过去的时候顺便拿上来给师傅，就很方便了。就不用自己不用下去看了啊。后来我有一次不晓得为什么情况，我下去看，因为我叫他们买一些沙发给自己用嘛，懂不懂啊？沙发为了他们如果坐太久累了，也许坐一坐啊，躺一躺休息或是打坐一会这样，所以叫他们每个房子都买一两个沙发的啊，给自己休息一下。他们有买几个了，有买啊，师傅也有买一个给我，我不满意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没抱怨啊，我不是抱怨，我这已经用很久了，没有讲什么，是对师傅的话，如果真的不严重，我不会抱怨的，我说我继续用那个，平常都是狗用了，我做一边工作，然后一两个都躺在旁边，我在那里，所以我也不管讲什么，哪一个沙发都差不多，都是狗用 ，OK。啊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么漂亮的沙发，白色的，啊，也不是说很白，跟这个一样，就是白白的，像米白，不过更白了一点。我先讲哦，这种沙发就是很理想。对了，你们买的对了，师傅讲了，你们听得懂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啊，就是好。这可是前面好宽啊，跟那个什么单身床一样那么宽，后面有靠背。然后一边有靠背，像那个贵妃椅那种，贵妃椅那种啊、哦。我先说哇，买这个是对了，对了，对，这个是对，理想，很好很好。所以然后我就处理事情了，然后我就上去回去我的家了。然后我才问他们，你们在哪里买那个沙发这么好的？他说我们一起买的，一起订的，一样的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买给我一个？他说我们买给你一模一样的，师傅。我才说哎，没有啊，我这个绿色的，你们都是白色的，又绿色窄窄的，后面很高的那个贵妃椅的话后面不会那么高，懂不懂？为了躺嘛、okay。 他说没有啊，师傅，我们这边都没有白色的，什么跟师傅一模一样、嗯、我说那你们舒服吗？那种椅子哦，我们很舒服啊，所以才买一个给师傅。
我说有那宽大那种就可以躺下来，懂不懂？太累的时候，整天他们坐在电脑嘛，歪歪这样子，哦，可怜嘛，叫他们买宽大一点。如果真的，因为他们晚上有要值班，因为晚上不是每个人都要留在办公室嘛，有时候他们留了几个为了赶工作了，或是为了改变什么影片啊，他要改的很久，有时候到三四五点早上的。不过是师傅的工作，我就不能有算时间了，所以晚上如果我要改东西的话，是我要打电话给那个值班的人嘛，所以最好有一个比较宽大，他可以睡觉啊。然后师傅找的时候，当然要急来做了，或是找人做了，不要整个留在办公室机器那边睡觉不好。哎，他们回去自己地方，所以才买那些沙发。我认为那个沙发很好，结果不是，他们都没有。我说那会不会有人搬走了？因为好久以后我才问嘛，是不是有人搬走？大家都问，没有人搬走，师傅，每个人都一样啊，都说一样，只有那个，呵呵，只有那个颜色的一样的。哎呀，问了就没用，整个西湖都没有一个白的宽啊。贵妃鱼那样子，白的跟那个夹的皮一样，有很漂亮，躺着很舒服啊，不用换什么床单的，因为擦就干净了嘛。哎呀，我说我有看到那个，你们记得吗？我站在那个椅子前面，我赞叹说：“哦，这个才好，这个是真的好，又好，颜色又宽又大。”他们都记得，他们就说：“我们都记得，师傅。”几个站在旁边，我们都记得师傅站在那个椅子沙发面前，在那边一直赞叹那个沙发。因为我赞叹，所以隔天他们再买给我一模一样的一个，所以我才问为什么你们不买给我那个白的，懂不懂？跟你们那个客厅那边一样。他说没有啊，师傅，你赞叹就是这个啊。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别的沙发，通通都一模一样这个，那我就输了。真的看到我，然后他说师傅是有赞叹那个椅子，那个沙发椅子。我说我为什么赞叹那个我讨厌那个沙发的椅子呢？我说我真的看到一个白色的贵妃椅，很长很宽很漂亮的，我才赞叹。我这个椅子本来很讨厌，现在你们又再买一个一样，我那么讨厌，才问你们，我何必赞叹一个我讨厌的椅子呢？他说我们也不知道，他们说不知道，我们认为师傅喜欢，但是因为我再要一个给狗嘛，不够，因为两个人坐，跟我一个就沙发都满了，他们也要撑出来啊，要这样那样啊，他们看起来很小，不过撑出来就很长，两个人已经够了。所以才叫多买一个，结果一模一样，啊，就是这样了。为什么知道吗？现在猜得到了哈。奇怪，人呢，活生生的，啊，走路的，呼吸的，讲话的，不是说在打坐的时候，懂不懂？所以我现在真的不能分别，你们是假的。我是真的，你们是我讨厌的，我是我喜欢的。你们说，你们是师父喜欢的，我是讨厌的。喜欢。哎呀呀，拍自己。好，当然我喜欢你们了，都喜欢，大家喜欢。你们回答错，不是你们的错 ，OK？ 连师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。所以不责怪自己，你们不知道，连我都不知道，我后来查才知道，原来是这样。好了好了啊，那你们说你们爱师傅的时候是真的是假的、啊？不是跟沙发一样哈、啊 no ，不是跟那个水瓶一样哈、啊、，no 啊。好，我也信任，我也信任。OK， 好了。刚才几个要回答那些举手给我看看一下，啊，那些刚才要回答师傅，啊，几个哈，过来过来，快点过来，那要回答的要举手那些人过来，举手那些小孩的大孩不要啊 ，OK， 过来过来，好，刚举手的人而已，别说谎哦，好了几个而已，好了过来过来，一人拿一个，可以拿一个，
你们先拿一人一个，自己选自己选 ，OK。好，别人的小孩也可以慢慢拿 ，OK。师傅要走了啊，谢谢了，再见。我去看大孩子，还有小孩剩下饼干糖果可以一起拿 ，OK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好，不客气啊，我很爱你们 ，I love you。